南无阿弥陀佛。如果你要让你的祈求有效，请你听我的话，念佛秘诀，请你们听好。我当我念南无，我就已经开始在准备瞄准了。我瞄准，再瞄准，再瞄准。啊的时候，我瞄得更准一点；密的时候，我看得更准一点。我是用屁眼在看他们。佛就是你把这支箭放出去的时候，发出穿云箭，要射什么？我们射我们自己无始以来的业障，箭箭不虚发。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了解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